按启动按钮。先来这个设定刀模，把刀模放在这个标板上，推到这个机器中间，松开这个调节把手，这个放到底，打开这个设定开关。之后呢，锁紧这个调节把手，再返回这个调节开关，设定开关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时间调回零。再把这个时间多一点，再把这个时间再调多一点，这个铃再差一点，再调一点。还是差一点点，再深一点点。要关注。